咪。觉得刚刚那实在太专业了，太专业，一定是想好了，对吗？绝对是在拍子内的动作，这个操作。但是他们这个里面啊，大拇指是剧情的，有剧情，有看得出来，然后又有道具，然后配合这些东西，他一气呵成啊，有，其实非常，因为。在这舞蹈的过程中，你不能只是跳舞，你还要想你整个流程要非常熟悉。对，而且他们有戏在里面，对，还要演戏，感情啊，要跟对方放感情，对方放，我差点就把我手指头放进去了，跟对方放感情，放感情，对对对，这个 OK 啦。